好，不过讲到台湾的选举哦、喔，有没有中国借选的问题哦？我们要来看一下哦、喔。上上礼拜不是拜席会嘛，现在传出哦，哦，在会中的习近平竟然跟拜登哭穷要钱哦、喔，而且外媒也爆料哦、喔，说中国对于这一次台湾总统大选呢，还是史无前例的，竟然没有钱给台商买机票回台湾，是不是有这么惨啊敏寬？敏宽，这次呢，中国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呢？现在大家都有点看不懂了。哦、第一个。 又起！现在去中国要小心哦。现在全中国据传有八只病毒在跑，八只病毒在跑，对，有八只病毒在跑，其中有一只呢，我们台湾叫做原将军他们大陆叫支原体哦。嗯、啊，它现在呢跑到不知道该要怎么办，嗯、所以呢，现在中国大陆出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一个状况。嗯，美国驻日本的大使，这个叫易曼纽，还有现在的联合国组织都已经发文给中国了。 你们现在到底有多少人生病？嗯，情况是什么样？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？那中国都说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现在都还正常。但现在中国人觉得不正常了。哦，怎么？他们最担心的两件事情又回到生活当中。哦、你知道什么吗？什么？第一个叫大白。嗯，大白。大白又跑出来了。又来了。对，大白现在已经开始在路上消毒了。哦、然后第二个，大家在担心的是方舱、嗯、会不会又来所谓的方舱医院？这第一个。嗯、但现在呢，八种病毒哦。 在蔓延，生病的人呢多达千万之上。嗯，那现在生病的人呢夸张到什么地步呢？我们来看几个画面哦。现在呢，包括了北京，包括了天津，包括了上海哦。那个到整个医院去，大家一看，哎、哦、呦，吓一跳了。啊、嗯，嗯、大家以为在春运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几千人哦。你看到那个候诊号码，你去急诊室，你拿到的整个候诊单四位数。然后呢，医生说：“哎呀，人太多啦、啊。” 我一天只能够看五六百个，看七百个，你明天再来。所以呢，好多人排二十四小时的队，常常在有。嗯、你看到他所有的人，打挂瓶的打挂瓶，感冒的感冒，咳嗽的咳嗽，现在都不知道该要怎么办哦。嗯、今天的台股还因此跌掉一百五十点，你知道今天台湾股票六只做口罩的全部涨停板。全部涨停板了。全部都涨停板。<哇>但现在呢，啊、最大的一个麻烦就是、哦、最近好多人在黑龙江测，在北京测，怎么一测？ 三种病毒，五种病毒，<天哪 S 1> 特别是这一波的资源体哦，我们台湾叫梅将军哦。嗯,嗯，梅将军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细菌哦，它借在最大的病毒跟最小的细菌之间哦。然后呢，他们说难受的程度是不亚于所谓的新冠的哦。但重点是现在呢，再来更大的一个麻烦才要刚开始。为什么呢？这两天要变天，嗯,嗯，那变天完之后呢，全中国都会落到所谓的雪线之上，所以在整个所谓的山东以北，通通是雪白一片。 那各位去想，这么冷的天，这么多人的一个感冒，那现在大家又要南来北往的，所以好多人现在都说了，这一波台湾要特别小心。为什么要特别小心呢？我们来看哦，台湾目前的疾管署特别发出了近期计划前往中国民众的一个须知哦。第一个，一定要先接种所谓的新冠跟流感的一个疫苗，在当地要勤洗手，要戴口罩。 返台的时候，如果有类发烧或流感，要主动告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波中国的疫情真的非常的严重。但这么严重的一个情况之下呢，大家都在担心几件事情。第一个，大白跟方舱，第一个会不会回来？第二个，原物料，各位还记得吗？之前疫情的过程当中发生什么事？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卡住了、啊。如果万一中间又有什么样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，这个大家撑得住吗？这是第一个。好，第二个，这个叫牛腾宇。 牛腾宇其实已经大家追踪很久了，为什么呢？这个牛腾宇他是一个网站的一个负责人哦，之前泄露了习近平的宝贝女儿叫习明哲的一个机密，入狱入狱了十四年。嗯、但最近呢，大家一看呢，不对了。怎么说？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呢，嗯、牛腾宇看到他的妈妈还可以跟他的妈妈聊天，还跟他妈妈说：“哎呀，我在这边继续的待着，妈妈没关系，嗯、我会在这边继续的奋斗。”结果到最近呢，不一样了。怎么说？六月的时候还认得妈妈哦。 现在十一月，传说精神已经异常了，看到妈妈大叫，然后呢，狱警呢把他拖出来之后呢，直接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去。所以中国呢，现在很多的事情，就是说，不管是中国对待疫情的方式，对待流感的方式，对待病人的一个方式，对待民主的一个方式，大家看不懂，这个是大家觉得最不了解的一个地方。嗯。但最近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罗生门哦，这件什么事？据传，之前不是 APEC 吗？在旧金山。 据传，两个巨头，包括了习近平，包括拜登，在小房间里面密谈。密谈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习近平偷偷的跟拜登说：“借我九千亿美金，好不好？”跟拜登开口借钱了。借我九千亿美金，好不好？然后拜登说：“我的口袋也都没有钱啊，我们目前财政都快扩产。” 拜登现在其实也软囊羞涩，也软囊羞涩。哦、他也知道习近平还不出钱来吧？嗯、但这一点是现在成了最大的罗生门了，你知道吗？嗯、为什么呢？现在呢，大家往那一看，包括中国政府，包括美国政府，怎么都没有钱来处理所谓的国家大事啊？嗯、那没有钱处理国家大事，一个国家那么大，这个该要怎么办呢？所以今年呢，大家很多人就说，过去中国呢，其实在台湾选举的时候都特别热闹，嗯，国台办。 动起来，台商组织动起来，各地的那些所谓的对台的那些所谓的各式的活动，全部都在动，对不对？今年特别怪，好安静。哦。那为什么好安静呢？嗯、他们目前《华尔街日报》的一个判读是，中国国力这一波大幅的一个减弱，对不对？嗯、所以以商逼政呢，目前已经无效了。那我后面呢，我就去访问一些台商。嗯。台商目前的说法是这么说哈，我们目前呢，对台的整个直航点只有九个点。 因为疫情嘛，就只剩九个点。嗯，过去有二十一个点哦、喔。过去二十一个点的时候是车水马龙，那今年呢刚好时间点卡的特别怪。你整个台商回台，你只有一次机会。你选了整个总统大选，你就不能够过年回来。哦。所以刚好中间差了一个月。嗯。刚好中间差了一个月，所以呢，据传现在中国的国台办穷到哦，这一波台湾的总统选举连机票都无力赞助了。那真的是太穷了。然后就是说请大家自足。 还自主，因为没有没有钱赞助嘛，对不对？Oh. 请各地的台商商会自主，然后自己研讨经费。Oh. 目前的状况是这样。太好笑。那可是呢，嗯、这么做很没面子嘛，对不对？嗯、可是呢，有些事情该做的还是要做。白纸革命一下子快一年了，嗯、对不对？现在呢还管到国外去哦。嗯、现在管年轻人，那为什么呢？各位还记得吗？写什么？你说我有我就有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写一张白纸可以吧？写、嗯、白纸也不行哦。去年是写白纸也不行哦。好。嗯 乌鲁木齐事件到现在好多事情到现在还不了了之。嗯<呵>，那去年呢，他们呢，重点是大家在看哦、喔，有一件事情很奇怪。嗯、中国人最怕哪一个人出现，你知道吗？吴、嗯、亦凡。吴亦凡是专门出现所谓的遮羞布。体育馆塌了就是吴亦凡，黑官打人也是吴亦凡。嗯、最近吴亦凡又出来了。嗯、所以大家在想，第一个，中国的流感到底有多严重？中国的经济到底有多差？嗯、但现在呢，中国穷到连机票都无力赞助。 中国的经济真的现在来看是不太妙啊。